阿姑的店卖的是家常菜，因此这里是以合菜为主，其中有以阿姑芋卷以及蒜泥松板猪为必点佳肴。渗入蒜泥酱的肉片泛着油光，以软嫩又带点弹性著名。夹带咸蛋黄的芋泥经过酥炸后成为芋卷，每一口都掺杂咸甜与酥脆的口感，甚是迷人。不过阿姑的店若没有提前2-3周预定，那可是吃不到的，毕竟人家可是有着让大厨也前来朝圣的实力，连在地人也对这家美食趋之若鹜。如此惊人的实力与火红的生意，不提早定位又怎能吃得到呢？